继续是来自民雄乡的消息，针对民雄三中村民的诉求，立委陈明文接获陈情，马上要求水利署高层实地会勘。会中获得水利署正面的回应，水利署同意108年3月20日进行完成检讨以及举办着地方说明会。水利署伫108年5月20日进行完成审计以及核定，并且伫今年底进行动工，分2档到3档完成治理工程。由于陈明文表示，治水工程是执政党重要的政策，家己为家机关争取相关经费也不遗余力。伫阵下底地永庆村长陈情，马上安排会勘讨论。地国河村表示，因为该段河道边真少有民厝，欠缺直接保护的对象，因此并无列入着治理的范围。不过陈明文表示，农田淹大水，损及着居民财产权，影响生计，因此有需要保护的必要。今日咱水利署副署长吼。含咱五号局吼，副局长特别来咱山中吼，咱闽南山中村吼来回看咱的这个地方吼，因为吼咱这段吼为咱家己去做到靠住砖啊，一直到这个中央啊吼，这拢已经拢完成，干那闽南这段吼，山中这段吼，为复兴到中央这段拢无做，将近10公里。所以今仔日吼会勘了后，水利署在活动中心正式甲咱的山中的遮个乡亲吼承诺吼咱伫3月20日以前吼，咱五号局吼甲这治理评估甲地方的说明会把它完成，送到水利署水利署5月20日以前吼为完成吼整个吼治理计划的审议会议。把它纳入咱的治理计划，预计我们今年的年底，我们是希望能够在10月30日就能够动工，所以水利署原主都同意，所以我们今天的会议就有很具体的一个结论。针对村民的诉求和两位陈明文的意见，这里市副署长曹华平当场回应尊重和支持，并出力国际共识，由地国合成局在108年3月20日前完成检讨和办理地方说明会。水利署在108年5月20日前完成着审计和核定计划，依照天数分2年到3年完成治理，解决山中村居民痛苦的牛条溪患水问题。透过这次会勘，总算出现治理的曙光。新闻客户洪明雄采访报道。